大家好，我是玉敏。那前一段时间有人留言问我说，接纳自己是不是等同于不求上进或认怂啊？那答案当然不是了，但我也明白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其实这也是我们很多人每天的一个困惑，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每天都进步，每天都可以学到东西啊，可以很有效率的做事情，但另一方面呢，当我们做的事情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或者说我们的一个结果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会出现沮丧啊，甚至是自我怀疑的情绪。那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怎么样我们可以每天保持一个比较积极的态度，然后充满动力就是哪怕可能事情的结果或者说预期还没有达到我们的一个想要的方向，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很有信心的向前迈进。首先呢，提问题的这个人呢，就把接纳自己等同于了自我放纵。那什么是接纳自己呢？在我看来，接纳自己就是非常清楚的认知跟接受自己的一个处境状态自己各方面的经验能力优缺点等等接纳自己只是第一步，它是我们可以制定计划向前迈进的一个基础。那所以接纳自己并不等同于自我放纵。求上进就是追求进步，那在这里我们就不能不提到动机这个概念，因为动机是我们追求进步的一个动力。那斯坦福的心理学教授呢 Carol Dweck 呢，是研究动机领域的一个领先人物。那他提出了固定思维和成长思维。那 Carol 指出呢，这两种思维的区别呢，就大大的决定了我们能否达到人生的一个目标跟目的，能否获得生活的一个满足感，或者说获得幸福的能力。什么是固定思维呢？固定思维是认为我们的品质、品格、我们的才能、智慧是固定不变的，是静态的，不管我们怎么努力都是不会去改变它的。所以呢，在这样的思维模式底下呢，成功呢是对我们内在的一个才能、智慧的一种肯定。那在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底下呢，我们的行为模式是以努力取得成功、不惜一切代价的避免失败为出发点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维持我们内在的智慧我们的才能还有我们的能力。那这样子的一个逻辑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它却大大的阻碍了我们追求进步求创新的一个能力，也阻碍了我们的一个冒险精神的发展。因为固定思维呢，相信我们内在的品格、品性、才智、才能呢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非常希望可以证明我们拥有这样的一个才能、才智。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输不起所以呢这样的心态是不会鼓励创新的，因为创新是肯定要失败的，对吧？因为任何新的东西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它能不能成功，就像爱迪生发明电灯，或者说马云开始创业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他能不能成。如果我们以固定思维来作为我们前进的动力的话呢一旦我们的生活出现了状况，比如我们失去了工作，或者说没有考上心仪的大学，或者说被心仪的对象拒绝了，我们就会陷入自我怀疑与否定因为在固定思维里面呢，失败就代表我们没有能力跟未来，而且这样子的状况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呢我们会因为一件事情而否认了我们整个人。那这样的一个内心挣扎的状态是非常痛苦与内耗的我们的努力也很难去维持。另一方面呢，成长思维模式呢是认为通过我们的努力还有积极的接受各方面的反馈，我们的才能、智慧还有能力是会增强的。那在这样的一个理论底下呢，我们的行为模式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为出发点。那成长思维让我们可以在挑战当中茁壮成长，那失败并不是没有才能、智慧的一个证据，而只是我们实现目标还有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的一个过程。
但是呢，成长思维的理论并不是说认为我们任何人只要努力都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下一个马云、爱因斯坦或贝多芬啊。成长理论只是认为，就是每一个人的潜力都是未知的、无限大的，我们不能预测，就是我们多年的努力能够带给我们什么，但是它确实一个非常兴奋的自我实现的过程啊，自我学习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个追求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东西的一个过程。那成长思维理论只要觉得就是你每天都在进步，每天都在学习就 OK 了。那 Carol 和他的团队呢，就对数百名学生，主要是青少年，做了一项研究，他们给这些学生出了10道有一定挑战性的智商测试题，然后他们通过2种方式去表扬这些学生啊。第一种是，哇，你做对了很多题，你肯定很聪明。那第二种就是，哇，你做对了很多题，你肯定很努力。那换句话说，也就是一部分的学生呢，因为他们的能力而受到称赞，而另一部分学生呢，因为他们的努力而受到称赞。那也因为这2种称赞方式的不一样呢，使得学生在面对接下来的测试的态度跟结果出现了很大的差异。能力表扬呢，把学生推向了固定思维的模式。当研究人员尝试给他们布置下一项任务的时候呢，他们拒绝选择那些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因为他们不希望做任何有可能暴露他们缺陷或让他们的能力受质疑的事情。那相反呢，因为努力而受到表扬的学生呢，有90%的学生呢选择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因为他们觉得有挑战性的任务可以让他们学到更多的东西。因为对于努力而受到称赞的小孩来说呢，困难只是证明了他们不得不更加努力，而并不是失败或说智力低下的一个象征。同时呢，这2种心态也影响到了小孩享受这个测试的能力。那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题比较简单，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也很享受这个过程。那当这个题开始变得具有挑战性的时候呢，因为能力而受到称赞的小孩呢，就觉得这个测试有一点难熬，并且觉得很无趣了。那因为努力而受到称赞的小孩呢，反而觉得很兴奋，因为具有挑战性，那我就可以挑战一下自己。测试结束以后呢，研究人员就要求这些学生跟他们的同伴去分享这个测试经历。那结果呢，40%的因为能力而受到称赞的学生呢，就虚报了他们的分数，也就是他们向他们的同伴说了一个比较高的分数啊。因为在固定思维里面呢，瑕疵是可耻的，特别当你有能力的时候，所以他们尝试要去埋藏他们的不完美。通过 Carol 和他团队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运用固定思维作为动力的一个局限性。那如果我们要走得更远、更持久，充分发挥我们的潜力，并且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啊，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学会享受这个过程，并且获得满足感跟幸福感啊，我们就需要运用成长思维来指导自己了。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第一步呢，是要去觉察我们大脑当中的固定思维啊，譬如我真的没有这样的天赋，又或者说如果我失败了怎么办，又或者说这不是我的错，是他的错，又或者说我真的不想去尝试，万一出问题了怎么办。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运用成长思维来和这些想法进行对话了譬如我不知道我现在能不能做到，但是我可以花时间去学习又或者说失败是一个过程，许多的成功人士都经历过失败，又或者说我必须要承担责任，这样我才能解决问题，因为指责他人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又或者说如果我不尝试，我又怎么知道我行不行呢如果我不尝试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去追求我想要的东西了。所以呢，成长思维的行为模式呢，就是全心全意的接受挑战，遇到挫折呢就吸取教训再来一次，遇到好的反馈呢就虚心接受然后做自己人生的教练，为自己的人生打气。谢谢你的观看，如果你喜欢我的 video 的话呢，请分享跟点赞还有订阅。那我们下期见咯，拜拜。